佩蒂斯打了一个小趔趄，这直边抱单接腿抱腿，到地面了。好的，摔倒了佩蒂斯。其实他的细节掌控的很好，自己的下巴来顶住对手的脑袋，他的控制。哎，这边要手臂三角角，但是头塞不进去，被龙王挡住了。对，有龙王，所以没法做好这个三角角，但是他还试图还是进行上位的控制，现在要膝盖压住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那能力都不错啊，都很好。又要摔，这边被直接抢到双腋下顶回去，缠斗的经验。这个机会，圈地抱腰，然后加半腿，希望把对手摔倒，但是又被龙王挡住。但没事儿，继续抱腿吧。那我们看得出来，这个杰萨是有3回合连续抱摔和缠斗的能力。再一次绊倒，这边把腿勾上去，但是另外一个胯被控制住了，现在腿伸不起来。想要做三角角，但是位置不够，下面要转十字固，直接手抽出来，没有控制好。杰萨在上位，但是佩蒂斯把他控制在自己的这个拳防守里面，蹬胯想把对手推开。哦，一个下位的飞身扫踢，虽然没有太造成太大的杀伤，但是赢得了一片喝彩。低扫，低扫很重。再来低扫，转身后摆，接腿，蹬倒，好的，哇，往下的砸击，好，接下来对对手体能下降，佩蒂斯这个站立的优势，哦，转身绚丽的扫踢。这个杰萨打得很被动，哇，这一拳应该是摔倒了吧。好的，又是后手直接怼回去了，这边飞膝，哇，杰萨很被动在地，对，断头台有没有，这个没夹住啊，你看明显夹的有一个空，哎，要挂三角，但是这个腿的角度不好，再要再调整，有机会。哇，这边三角加十字固，拍了拍了。哇，赛前我说什么？佩蒂斯也是有一手降服的好戏的。成功，但最终还是。再来看一下摇手，但不代表你这个站立就有优势。对，一个一拳直接打到下巴上之后，还好用腿挡了一下这个飞膝。后来就是因为被打的有些是像眩晕之后啊，他原本上一回合在这个三角位置防得很好的动作，现在身体就直不起来了，被对手直接拉了下来，三角直接转了一个十字固，对，三角角是。